下午4点，一小赖就来了，我还得播，我播啥呀？我今天呢？我下午问赖冠霖啥，我去，是不可难了，写问题老难了，就跟我上次采访张翰的时候一样。你就问易立竞有采访，我想整一期的。赖冠霖不行，赖冠霖太小了，不能欺负他。要采你行，采你我给你整个易老师那种的。行，易老师那种能问出啥问题来？你有朋友吗？什么的？你的朋友是谁？徐良，你觉得徐良跟你唱歌好听吗？你觉得你和徐良谁更火？你觉得你会讲脱口秀？你真的觉得你可以跟徐良并列吗？哼，你觉得你能代替周杰伦吗？这就是易老师的问题吗？你敢整不整？你要敢整，我就敢问。我不敢整，不敢整。这个风格还是给别的老师吧。咋的了，哥哥？聊岔劈了。